Spring this year has got me feeling like a horse that never left the post. I lie in my room, staring up at the ceiling. Spring can really end you up the most. Morning's kiss wakes trees and flowers, and to them I like to drink a toast. I walk in the park just to kill lonely hours. Spring can really end you up the most. 很兴奋。但是我觉得不要想太多，因为结果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。如果跟评审们有缘分的话，那我就是最开心的。所以会有开始压力的吗？因为同时入围的都是一些蛮强的新人。大家都很强，但是我现在最紧张是明天的表演，因为这真的是对我来说超重要的。嗯，那这样访完之后，你就开始准备金曲是不是？应该是对。目前准备的进度，什么战袍啊，或者什么的。其实我对那个服装不是那么紧张哎，因为我平常就是很在意打扮的人，所以就是这件事还蛮生活化的，不会像其他人很紧张说，我一定要打扮的多夸张，或是去先运动什么的。嗯，不会那天不会看到就是很不一样的吗？对啊，应该会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会不会是自己操刀？我觉得这次应该会找造型师一起帮忙。那这次呢，利友王跟你现在有打戏吗？因为没有一起。我觉得他得金曲男歌手以后，他就变得非常禅意哎，他现在应该就是很认真。我觉得他得奖以后更认真在做他自己的音乐，所以对他就是很平常心。没有给你说，他就说哦好感动哦，但是感觉他我们得入围年度歌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那就是他力王就是那么特别。那这次得奖有没有信心啊？如果是一到一百分的话？我有信心，我有信心。我来说，我有88分的信心，9N88，88分。观众帮你加12分。啊，太好了，老师。